Welcome everyone for the fourth event of Indigenous Taiwan Speaker Series.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Director Wei Te-sheng again today. And I know yesterday all the discussions were lively and thoughtful, meaningful, and there were many more questions that audience really wanted to ask, and I will bring some of them for today's event. So let me briefly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Aynur Kadir. I'm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ith a research focus of Indigenous lifeways in Asia. I joined last month, very exciting. And I'm Uyghur from Xinjiang, have been working on documentaries and other media studies. So I am very, very excited to moderate today's conversation with Director Wei. So we are physically, me, Jiaqi, Chris, and a few others. We are in Vancouver, what we call now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actually unceded ancestral traditional territory of Musqueam, Squamish, and Tsleil-Waututh. For me, unceded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means there's never been treaty and the people never gave up the land. We might have few new attendees for today's event. So I would like to start the question from the broader perspective of Seediq Bale. Both有, 因为我说一下我写完这个剧本的时候的心情, 就是说, 这个剧本其实写得蛮辛苦的, 花了好长的时间收集资料之后才动笔。 然后光写就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因为不断的写了错了又重来这样子。 其实写好之后的心情是说， 哇，我终于写完了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历史这样子。 但是回过头又写着说， 诶，那我自己的历史呢？ 那我自己的历史是什么？ 就那种很奇妙的感觉。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决定要写台湾三部曲的那个概念是从写完赛德克的剧本之后，直接很强烈的反应说好，我要写台湾三部曲，那个更早更早的台湾开始的那个样子。那应该说在电影放映的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会有这种感觉，好，就是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湾人的台湾的观众， 竟然有好多跟我一样有这样同的感，看完电影之后，他们虽然是了解的这些原住民的故事、雾社事件的历史，可是他们第一个想要追求的是，那我自己的出生是什么？我的祖先从哪里来？然后我的祖先经历过哪些的辛苦，才有今天到我们这一代这样子？我觉得很奇妙的感受啦，我不知道原来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对于很多台湾的观众的感受也是一样。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在国际上，其实我原本就有设想，因为我觉得说这个赛德克族哈，他的原始的形象，原来的形象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哇，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那个100多年前那个赛德克族的那个形象，其实是很鲜亮的。你看在绿色的 森林里面一个穿着红白相间的那个衣服，扎着马尾，干干净净的马尾，脸上纹着那个纹面的那个刻痕，然后在山间这样子跑啊跳啊这样，其实是很活啦。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如果说在想到一大片的草原，就想到印第安人那个概念。那如果像这种， 如果在山区里面，岩石山区的这种环境里面，能不能就在国际上的第一个想法啊，台湾有一个赛德克族是这种形象在出现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在国际的放映上都有这个族群的美学、生活的美学都有引起一些经验这样。原住民这一块哈，其实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阶层来看。 一个是一般的普遍的那个原住民的人，然后另外少部分是一些比较学者型的或者是文化工作的人的这一层，就是所谓的
比较有说话权的这一层的人这样子。我们电影做完之后第一件事情，第一场的放映其实就是在川中岛清流部落那里，就是在雾社事件起义的这个部落，这个余生的这个部落里面做放映。其实那一场放映是非常好的，就是原本地方上的人他们都是要八点就睡觉了，那晚上才能够放映啊，不能白天放映啊，白天放映就看不到影像啊，所以是大概六点多七点多放映，我是放两部哦，上下集一起放哦。他们就第一部放已经快九点了，他们就把小孩子带回去睡啊，我想说这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因为十分钟之后就要开始，结果放完孩子他们睡着又全部又回来，那一场放映整整放到晚上快差不多11点多之后，他们才全部才边聊天的散场。他们没有那么晚睡觉的，他们都八点就睡，但他们都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们自己的族人在电影里面有参加演出嘛，所以他们看完之后都觉得很满意很欣慰这样子。对，那我再分享一下对于一般原住民，除了赛德克族以外其他的原住民族在看电影的经验。那是我们在台湾掀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潮啊，就是穿着自己的族服去看电影，所以那个很美，你看在公车上在火车站穿着自己的服装，然后在公车里面不同族群穿着不同族群的服装，他们很多原住民的学生都约好了我们穿着自己的族服去看电影，很多电影院都有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穿着他们的衣服去看电影，我突然觉得好漂亮，我觉得这个很棒的一个这个经验了。然后看完之后确实有引起我们原来所希望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原住民身为原住民因为这部电影而觉得说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出身是很骄傲的，而不是一个二等公民一个比较卑微的一个族群，是一个很骄傲的族群，也让很多的汉族的朋友他们看完电影以后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族群。那针对那个比较说我说另外一个间就是比较学者型或者是文化工作者那一层的话，就常常会提出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批评，他们就比较有说话的权利，所以他们就比较常在电视上或者是在网络媒体里就发表他们对这部片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不对。针对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多做回应啦，因为其实他说的对啦，我当然知道哪里不对啊，但是问题是说你没有这样些一点点的那些改编的那个过程，那故事就讲不下去嘛，因为历史的记录是切片的，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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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用什么把它连起来呢？你总是要有一些改编的一些元素才能够把这些一片一片东西把它连起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用纪录片的那个包袱来叫我去承担放在一个剧情片里面，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有点过重的一点，但是他说的也没有错。应该说他的基础的历史文化这一块在电影里面的程度是对的，其实某些程度我稍微渲染放大一下，比如说一些战争战斗的那个部分有稍微放大一下那个场面这样子。那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做剧情片的人是可以发挥的一个点，就是历史没有记录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套用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套用这个人的时候，怎么说，他的教育程度，他看见的世界，他的成长背景，然后逼得他必须要做的决定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回到他的位置去思考，那就有不一样的东西了。然后就像是同样的历史在剧情片的思考其实并不是说要去做过度的改编，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就像砍一棵树一样，一棵树我要取这棵树的木头，这一刀我要怎么砍，这一刀我要往哪里砍，不是只有对这棵树的观察而已哦，我还要观察周围的环境，这个坡度怎么样，往哪边倒我可以取得这棵树的全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描写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历史事件完全了解之后，还要了解当时的山地跟平地的关系如何，山地的警察制度跟平地的警察制度差在哪里，部落跟部落之间的问题差在哪里，
还有整个国际环境是什么样子，还有往前十年往前二十年的全部大概是什么样子，往后十年往后二十年的整个环境是什么样子，之后你那一刀下去才会准，就是这样，就是历史改变东西是导演自己要深度的沉淀过你才知道怎么下那个刀啦。 我觉得重点在这里啊，这一刀下去人家怎么批评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不管我刀往哪里下都会有人批评，然后我下这边人家说啊，这边的木头比较漂亮，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弄，顾全大局我必须要从这边下刀，要不然的话我能取得好的木头但是只有一点点，就是我到底要什么。其实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做演员的训练，那我们挑选的这些原住民的演员呢，你也可以知道说一定是挑选那个体态最好的身体状况最好的，因为你要那么这么耗体力的电影一定要挑选那个真的体能好的人，所以在表演训练的前段我们怎么让他喜欢表演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让他们展现一下他们最擅长的，所以我们前面的训练基本上都是属于体能训练啊，这他们在这一块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感。好，然后在体能训练里面我们再赋予他们那个很多的表演上的肢体训练，就肢体训练先啊，这他们可以在这边得到成就的，那接下来就是再会训练他们一些即兴的表演，因为他们变成了朋友之后那些即兴的表演他们会从里面得到一些兴趣，然后我觉得从即兴表演里面我慢慢就可以找到谁谁谁可以演哪个角色，谁谁谁可以演哪个角色。对我来说我并不是在找演员，我反而是在找这个人的性格，从表演的训练里面挑出这个人的性格符不符合我塑造这个角色的那个本身的性格。其实我们在挑演员除了外形之外，挑的表演训练过程是在勾引出他们原来的性格好套用在我们的这个角色里面，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表演并没有表演，他们只是在演自己而已，演自己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好意思，他们的未来性其实不宽啊，蛮窄的，因为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演得很好，换个角色给他演他可能就演不好了，因为他完全是在演自己的样子，这也是这部戏每个角色都很成功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就是自己就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在电影里面特别是那些传统的祭典或者是那些传统的歌谣或是那些你刚教授说的比较灵性那方面的呈现，确实这一块是最难最难表现的，因为所谓的祭典一定就是非常的冗长，它绝对不是那种几分钟就结束的那种东西，可是电影你要在一个剧情长片里面要做一个这么长的记录其实是有点辛苦。那在灵性的对谈的这个部分，老师所选的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就是让爸爸出现，去把莫纳鲁到他自己心里面想做又犹豫到底要不要做的这个心意给决定出来，用一首古老的歌谣让他们去吟唱。我觉得赛德克族的音乐很有趣，是一种歌声追着歌声的那个一唱我在追你唱我在追那种东西，就好像一个父子关系传承的那个概念这样子，所以用他们的音乐的特色，用他们的古老的歌谣的曲调，在一个魔幻的一个场景里面他的心意给表现出来，这是我能够想到最取巧的方式就不用再大篇幅的去试太多这样子。对，所以在一些传统的东西上面我们比较常运用的取代方式是古老的乐器跟歌谣的方式来取代那些很难大篇幅去解释的那些仪式或者是一些观念这样子。我说过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题目啦，几十年前台湾的原住民有那个还我土地运动，然后那时候就引起很多的抗争嘛，因为毕竟是把他们的传统领域然后用强迫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然后给包给了一个水泥厂，或者是很多的他们传统的领域被规划为国家森林，
但是后来前两年台湾的原住民有提出一个折冲的方式、哦、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很聪明的做法，虽然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同，但是我觉得他的做法是说，我不是要你把土地还给我，而是我们有决定这个土地要做什么的权利，我来当管理者。比如说你这边已经规划为国家公园，那已经是事实了，那我不会叫你把土地还给我，只是说我是这个公园的管理者，我不会住在里面，但是你要在这边做一些什么东西，你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我觉得这变成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做法，变成是我是防守的，我防止这个土地被过度开发，防止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领域被过度使用的这个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必须要他有同意权跟否决权这样子。应该说那个时候原本我不了解，后来我了解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许这是当前我觉得可以思考的一种方式。嗯，的部分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物色事件，所以男人的部分呢都已经过世了嘛，所以那个部分我们比较好去做一些改编，比较适合做成电影剧情片的方式啦，因为它比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考证那些事情，所以我们比较好去做改编这样子。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改编没有办法把这个历史的全貌给建构，那剧情片的功能一直都是扮演入门的角色，就是说我看了有兴趣，我想要去了解更多这个族群，才会去阅读书籍或者是看更多的一些影像的记录这样。余生所扮演的角色，我希望这部电影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进阶的那个功能，另外一个希望是说他用一个女性的角度，因为活下来都是女性，用活下来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诠释来看待物色事件这样的观点。不过跟导演那边的沟通是说，我是希望站在比较不批判，因为部落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啊，特别是余生的这个部落，它本身就好几个部落集合成一个部落的，所以它有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在那边，所以我们怎么用这部片来让他们 的那些矛盾可以化解，这也是我希望在这个纪录片可以扮演的功能。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在写这种族群的这个习题的时候，遇到比如说服装生活的那个美学的这个问题，现代的文明哈，很喜欢把服装代表一个族群的这个意识给标签的很严重，好像服装对于任何一个时代，对于任何一个族群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识别。可是我在阅读物色事件的发现，服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保暖工具，它并不是说啊，我是什么族群我一定要穿什么服装，没有，它是一种识别没错，家族的识别或者是族群的识别没错，可是在山上比较重要的是保暖。所以当莫纳鲁道死的时候，他其实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其实穿的是日本警察的衣服，如果这个东西被看见的，就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花冈一郎死的时候穿着日本的和服，一般观众你如果不多做解释的时候，他说你背叛你的族群，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好，那时候一开始我也没想通，可是后来发现花冈一郎跟他的老婆刚好在前一年的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的日子，所以他们穿着和服结婚的，那所以他们最后死的时候穿着他们结婚纪念的那件衣服死掉，好像也合理。莫纳鲁道在山上自杀的时候穿着日本的警察服装自杀，为什么？因为会冷啊，没有烤火啊，所以他就日本的那个警察尸体，他就把衣服剥下来穿，就这样子而已。其实这对我来讲稍微解脱了一下，就是说对于族群来说，服装上的识别不如生活上功能的需求来得大这样子。我们电影上映的时候会常常引起一些族人最大的批评的一些桥段，比如说莫纳鲁道有没有杀了他的太太，有没有杀了他的孙子，他们说没有，很多人都说没有，但是从以前到我要拍摄前的记录都是写有，可是到我要拍的时候他们说不可以，
这个是没有的，依照他们的祖灵信仰是没有的。然后这个雾社事件的现场杀女人杀小孩，这个也不会发生的，就是很多是依照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哎，但是我查到资料都不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我就问他们一句话，我就对这个违背，这跟你的所谓的嘎雅所谓的祖灵信仰也许不一样，但是我问你一句话哦，就是为了和平我们必须要战斗，为了和平我们必须要流血，这句话有没有矛盾？你既然要和平为什么要流血？所以为什么叫做事件？事件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事，不是正常的事，正常的事就不会有事件。雾社事件就是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却发生了，不应该怎么样却怎么样了才叫事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比较 OK， 而不应该用平常每天会发生的事情来看待一个事件这样子。这是 我想要解释的一个地方这样。我觉得是有了，因为至少以往跟原住民相关的电影大部分就两个点，一个是用电影来做批判、哦、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用电影来作为批判的一个工具，另外一个是用电影来描述原住民族是比较弱势需要被怜悯的那个角度来诠释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电影。那我们那个赛德克巴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这是一个骄傲的族群，这是一个有战斗力的族群，就是回到这个他们最彪悍的那个状态来描述的。所以这部电影确实让很多的原住民族因为电影而觉得说，诶，我是原住民，我是赛德克，我是什么什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的催化上面是还是有它的功能、啊、不能完全说它就是一部剧情片放过就没有，这不应该是这样。会比较辛苦啦，因为他们既然是语言的翻译，也就是说他对于文化的东西是非常了解的人，所以第一关剧本要先过他那一关，他整个看过以后他觉得哪里不对我就要修，哪里不对我就要改，他们都确定这对这个剧本没什么意见之后，他才会进行翻译，他才愿意帮你进行翻译。那翻译有时候因为同样的族群他们有不同部落语言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他所以必须要找这个部落的语言就找这个人来帮忙翻译，那个部落的语言找谁来帮忙翻译，那是我们一般人听不懂差异在哪里，只有他们听得懂，可是他们彼此也有各有坚持，那就依照这种方式去弄。那我只是跟他们讲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白是对白，那个文字是文字，但是你依照这个文字去翻译出你顺畅的语言，你顺畅 的意思就好了，因为那表示说我在听觉上以你为主，视觉上以我为主。翻译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时候翻译的老师跟老师也会吵架，会针对文化性的东西他们也会先吵架。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场戏，那因为年轻的莫拉鲁道他不是叫大家快跑，就是在遇到被出草是什么，他说快跑快跑，那个叫大家快逃这样子。一个翻译的人他就说，没有，我们不会跑，我们不会逃，我们会转进到别的地方再做攻击，我们是不会逃的。然后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翻译的老师他觉得说，为什么不能逃？输了为什么不能逃？动物受伤都要逃，为什么人就不能逃？当然可以写逃啊，为什么不能说跑？为什么我们原住民是不能跑的？就两个就吵了一阵子以后，因为那个比较年轻，他说好吧，那我比较年轻，你年纪比较大，就以你为主这样。希拉雅语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宣布为死语，就是已经无法复活的语言。那在这一二十年来，有很多希拉雅的那个后代，他们努力的在复正他们的语言，他们从一个字一个名词慢慢建立起，一直到最近才慢慢可以建立出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这样子的呈现。那他们最主要的根据来源
除了一些古老的那些契约书，荷兰时期的台湾或是清朝时期台湾那个契约书、哦、都会用罗马拼音来写希腊雅的语言，因为原住民的语言它没有文字，所以用罗马拼音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那个语言，从里面去寻找那个字，一直到找到了有那个荷兰传教士有写了两篇，一个是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的罗马拼音的圣经的翻译，他们从里面才找到大量的资料，才有办法重新建立这样。所以希腊雅语的呈现，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比赛德克语还难上将近100倍。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去找清大语言所、史语所来协助我们在做这方面的翻译，应该说翻译的过程里面他们也很辛苦了，就一个剧本而已，他们翻译的这个过程就超过一年，有些有字的可以造句的 OK， 那没有字的可能要向别的族群去借字来用，这个过程已经很辛苦了，如果还要再分说这是麻豆语系的还是新港语系的，这个有点难以取舍了。再加上什么语系什么语系的，那个也许是腔调的问题，就是哎，怎么说请原谅我们啊，我能够把这个语言给讲出来已经是费尽啊、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请原谅我没办法做到那么的麻豆色的腔调还是新港色的腔调。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的400年前1624年台湾的开场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台湾一开场你可以想象欧洲人还有华人还有日本还有因为欧洲的在这边经营所以所带来的那些黑奴还有东南亚的那些贸易商还有台湾的原住民族第一次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部一起汇集起来的那个时刻是多么的精彩，那特别是台湾的一开场就跟全世界接触了，不是只跟中国那边或是只有跟日本这边或者是哪里，就是一开场就是全世界在这里集合，这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无主之地的，没有政权在那边统治的一个地方，却一开场就变成是世界贸易的那个重要的一个转运站。我觉得我很想让全世界知道说，在世界大航海的一个时期，台湾就参与其中了。这样，我很想让世界知道这个。我怎么说呢，三部电影三种观点，但是也同时是三个故事，它并不是一个故事三种观点在参与，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在走，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不一样这样子，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丰满了啦，什么都可以讲这样子。那所以在原住民的这一条线，原本它的原型其实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历史小说家叫王家祥的，他写的一本叫《岛风内海》的这个小说。《岛风内海》的小说其实它主角就是原住民，就是那个平埔族希拉雅的猎人，好，麻豆社的猎人。所以这一方面以原住民的观点，我会依照这本小说的方向来写，但是它主要的描述的最大的事件是指发生在1636年的那个麻豆社事件，也就是说最后这个部落是整个被荷兰人给摧毁 火烧掉这样子，是一个最大的事件，也是这么大的一个部落第一次归顺在殖民者的脚下，大概是这个想法，往这个方向去推断。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种你归顺了以后你就自由，只是说我要求你怎么样的时候你要配合我，并不是说你归顺了以后然后我每天派警察来这边跟你怎么样的。他们对汉人的统治跟对原住民的统治是不一样，因为原住民毕竟还是这个土地的主人，我是要跟你租地的，应该说你归顺我，我该跟你交易买卖的我还是要花钱跟你买，并不是说你的东西就全部是我的。以希拉雅族的这个概念，它最大的事件是麻豆社事件，然后以明朝汉人的这部电影，它最大的事件是发生在1652年的台湾第一场农民革命，就是爆发那个好几千个汉人因为这场革命而死掉的这个事情。然后以荷兰人这一部的最
最重要的事情是往东部卑南那一带去寻找黄金，去寻找金矿的这个东西当成是主要描述的大的事件这样子。四百年前历史很难针对某一个人做详实的记录，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比较自由一点。我们会把当时整个明朝汉人的处境浓缩在某几个角色身上，当时原住民 的处境浓缩在某几个角色身上，荷兰人也是把几个重要的整个大环境浓缩在几个角色身上，这样子我们的角色的那个层次就会比较大，但是我又没有脱离到当时的现实环境的那个呈现这样子。大概我再补充一点点了哈，再补充一点，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在电影里面三个族群都用三种不同的动物来做隐喻，在第一部希拉雅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用鹿的那个隐喻来隐喻这个族群，因为希拉雅是一个与鹿为伍的一个族群，当鹿群消失的时候，他们的族群也逐渐在消失了这样子。然后汉人是用鲸鱼，因为以前的台江内海它本来就是很多的鲸鱼会游进来在那边等死，或者是游进来游不出去，因为老的鲸鱼是要呼吸的，它会靠在浅水边慢慢的死去，或者是游到内海然后游不出去，会困死在沙洲上的。那荷兰人我们是用蝴蝶的概念，因为他们是光鲜亮丽的来，可是短短的38年他的权力就结束了，是一个又光彩可是又生命又短暂的一个动物这样子。那相反的，不同的族群在看待他们的时候一样是用不同的动物在看待他。希拉雅人汉人看待荷兰人，他把他当成蝗虫是来掠夺的，荷兰人跟希拉雅人看待汉人会把他看作他们是鲨鱼，是嗜血，是群斗的 一群动物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族群去看待希拉雅人会觉得他们像猎犬，像当时的猎狗一样，是只懂得追猎不懂得节制的一个族群这样子。同样的正面负面 的角度会来做一个诠释这样。赛德克因为当时是有进去那个威尼斯影展，还有他有进入到奥斯卡的前九强，所以海外版权的买卖其实还不错，应该说就是全世界的版权都有卖出去。那其实我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影响，就是说虽然我们做的是台湾的故事，可是这种族群原住民族或者是在地的原来的那个跟外来的互相侵略或是融合这个过程全世界都有，不是只有台湾，所以虽然这个故事在世界放映，可是得到的效果其实跟台湾都差不多，他们会反映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身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南非那边做放映的时候，哇，那个效果很多观众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你知道南非也是有经历过那个黑人跟白人的这个统治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西藏，他没有在西藏放映，他是 DVD 在西藏的各个商店里面都会有说今天晚上要放映什么片，然后甚至我朋友去西藏就拍余生的那个导演去西藏玩的时候，好多商店晚上都说、啊、今天晚上几点要放赛德克巴莱，然后甚至赛德克巴莱的那个音乐在街头上到处都在播那个赛德克巴莱的音乐。他们的反应很有趣，他说我们西藏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种杀戮的电影我心里就觉得很痛快，就觉得在心理上有一种报复的心情的样子，不是？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一个电影可以让很多的人、很多地方重新得到一些反省吧，还是什么？不知道。嗯，那关于那个台湾三部曲的这个想法，其实我们现在的计划有一点点变化啦，因为资金的问题，因为疫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在思考该怎么去做它最好的处理这样子。那我原本就有想过说我有好几次在海外做放映的这个经验，然后也有买卖版权的这个经验，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一旦你放到市场上它就是一个被选择的选择看跟不看。
那我以往有一些做放映的经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是作者，我带着这个电影跑全世界，那个效果是更好的。我来这个地方放映给你们，因为你们是因为这部电影来看，因为这部电影而来的，因为我而来的，看了我跟你们做分享，这个效果比起做版权卖到全世界，这个效果来得好。我是这么想这样子，所以我原本的计划就是三部电影，然后也许一整个辈子都没关系，就是跑全世界，慢慢跑慢慢跑，有谁邀请就去放，有谁邀请就去放，然后甚至可以有一个旅程的概念，比如说这半年我都在美国，这半年我都在欧洲，这半年我都在哪里，大概是这么想的。可是感觉有点笨啊，但是我觉得这蛮好玩的这样。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houghtful, brilliant answers and your amazing films and sharing your future plan with us. We have quite a few more questions, but I know we ran out of the time yesterday, and I really want to be timely fashion. That we can engage maybe more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But here I want to say on the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and everyone, all the participants, we really enjoyed engaging these discussions with you. We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your films,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and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watch your film, the trilogy. So when you finish it, we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invite you to Canada. 谢谢，谢谢。好，我努力完成的。